还想交给他们交给的话，各种不同的口味都在这一次的岁月电话亭当中，大家欢迎师兄黄鸿升。哇，帅气帅气！大家好，我是黄鸿升。师兄要不要替石美先来加油打气一下新专辑？谢谢师兄。不会，因为他刚刚跟我说谢谢，然后我觉得太客气了。那毕竟我的店就在旁边。对，你就从后面直接走过来，对不对？对。哇，来右上角了哦。林凡最新的专辑《岁月电话亭》，三二一，请启用。往外啊！林凡，你稍微开个门的感觉好不好？正式的要来启用。这些帅哥帮你站台啊，跨刀什么，哪一个在你心目中才是你知道？算是你觉得最帅的，好了。哪个才是我的菜？对，哪个才是我的菜？我觉得有谁？唐禹哲、曹永宁跟你啊。这三个人。对，还有我的师弟傅之一。可是我觉得每一个男，对啊，都很好，都有他们自己的特质。每一个人我都有欣赏的地方。我觉得真的要我选一个很难如果要跟你一起回到岁月的那一端，那对，那这三个男生你要选，一定要选一个，你要选哪一个？我觉得是你。哎呦，因为我都来了，你如果没有讲我。太不给我面子